弟，从上天公墓先顶落修车再讲讲。弟，爹，受未到，在这个所在，咱爸仔囝来相逢，真公墓嘛得到处罚。爹，真公墓嘛得到伊的报应咯，咱有一家团圆，就好了。无咯，啊，你毋是要嫁家咯？无啦。是这么听话，阿哥拢在跟他交代。大兄，其实恁两人情谊顶啊较大汉，恁的感情一定胜过我，我愿意量度爱。感情真是，阿哥，多谢你。讲起来，真古木已经得到现世报，不幸的老母也已经过往，但是计当团圆，富贵天亲，办一个团圆酒，团团圆，会当庆。团圆，大度真啊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啊，咱两位无地方演出了四天哦，今仔今年第一天哦，手还够三天哦，三天演出大家小少少无，替阮做些免费的广告，来到这。